那接下来是背面的部分啊，我们看第一题，有一台功率是1000瓦特的起重机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会先把它写成 P，标明一下，这边的100块2公斤的砖头，所以总共是200公斤，这是 M。然后呢，从静止运到10公尺高的地方，所以总共呢跑了10公尺高，那速度是5，这是 V。最佳速度叫做10，这是 G。问第一个，问做工多少焦耳？那这边做工呢，应该是叫做全部的位能加上动能，位能加 mgh，所以 m 叫做200公斤，mgh，像二分之一的 mv 平方。所以这边应该是20000，然后20000 2250，这张选是 A。第18题问，把砖头抬到10公尺处要花几秒钟？所以我们这有功率嘛，功率叫做功除以时间，功率叫做功除以时间，所以功要1000，等于 t 分之 w 是2250。所以时间是2250除以1000，叫做22.5秒。答案选是 A。OK 啊，我看填充题。填充题啊，这边说有一个正在转动的吊扇，但它位置没有移动，那表示吊扇所受什么东西为零？合力为零，没有移动嘛？合力为零，不移动。那合力矩不为零，所以会转动。第二题，两个相同带电金属球，电量分别是正6Q 跟负2Q。那作用力叫做 F，先接触再分开，接触后就是两个相加再分开就除以二，所以相加除以二是正四除以二，叫做正二，所以各是正二正二这样子啊哈，所以两个互相排斥，因为是同样的电性，互相排斥。大小是多少了哈？好，那这个 F 呢，静电力跟 R 平方分之大 Q 小 Q 成正比，而他说怎样，原本的作用力是 F，再放回原处，所以距离是没有变的，所以这没有变，所以 F 跟他们两个电量乘积成正比。OK 好，所以我们用后来的比上原来的。原来的呢，这个地方就是六乘以二，后来叫做二乘以二，就要三分之一。原来叫做 F 嘛，所以就是三分之一 F，所以就是三分之一 F。OK，来第三题，这个物重是100克重，容器重是180克重，就要放入水，所以这边有人有浮力的问题，然后刚好可以维持平衡，所以比如说这个下滑力啊，会等于什么？它的物重减掉它的浮力，所以 B 的物重减掉它的浮力，会等于 A 的下滑力，所以物重叫做180，然后浮力叫做液面下的体积，全部淹没嘛，这液体的密度。那 Fa 是它的下滑力，就物重乘以斜边分之高，斜边是5，高是3，所以要液下体积叫做，这是下了哈，液下体积叫做120。OK，所以用 MVD 去算，它是要算什么？算是密度，质量是180，体积120，所以它除以它叫做1.5，1.5，然后1.5。好，我看看这个填充题，最后一题啊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，他说啊，有个静止的 A 物体，如有所示。A 的质量是50，B 的质量是30，B 是4公尺每秒的等速度下降20公尺，然后A 位能在多少哈？那我们看，它这边下降二十，所以 A 呢也会从这边到这边移到
一到二十的部分，它就向下二十，所以 A 会从这边移到这边，移到二十，二十高度，所以这边算下来，我们看它垂直高度是多少了哈？这边是一比跟上三比二，所以这边是二是二十，所以一这边就是十，所以这边 MGH， A 是五十 m g。H 也是五千，问你减少多少？一样是 MGH，B 的质量叫做三十 ，MG 是十 ，H 是二十，所以总共呢减少六千焦耳，所以减的比较多嘛，减六千哦，增加五百，所以呢总共是摩擦力，摩擦力做负功一千焦耳 ，OK。